来，今天哥几个必须喝尽兴了啊！老板娘，你家这甲鱼里面有头发，你自己来看看。我解释解释。来，我看看在哪儿啊？哼，大哥哥，这锅里的头发是你们自己的吧？我们家从来都不养金毛狮王。你什么你？真以为老娘是吓大的呀？找茬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家这卫生不合格，还想不想他妈改了？他妈的，还想掀老娘桌子？你以为老娘是吓大的？姐夫。是不是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卸了你们？咋的？你家店是黑店啊？你知道我大哥是谁？我他妈管他是谁！你说出来，他吓死你！你知道我大哥是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哥几个，明儿哥几个吃好，这就是我店的不对了。这么的，这桌嘛算我的，我重新做，你看怎么样？你是觉得我们付不起钱是不是？你家这菜本来就脏，吃坏了我们肚子，得赔钱。不行啊，要肚子疼，得赔钱。你们他妈找茬是不是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卸了你们？咋的？你家店是黑店啊？你知道我大哥是谁？我他妈管他是谁！你说出来，他吓死你。你知道我大哥谁吗？大名鼎鼎的涛哥。涛哥，难道是姜涛？那可是当年华哥的兄弟。你们赶紧老老实实赔钱，要不然你陪我们哥仨睡一宿也行。哥们，你听我说，这顿饭算我请，你看行不行？你他妈谁呀？放手！我要是不放呢？什么东西敢欺负我老弟呀？哪个？我看你们这个店是不想开了吧？查是不是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卸了你们？咋的？你家店是黑店啊？你知道我大哥是谁？我他妈管他是谁！你说出来，他吓死你！你知道我大哥谁吗？我要是不放呢？哥们儿，你他妈别装了，赶紧拿钱了事儿。一会儿我们大哥来了，兴许你店都开不下去。哥们儿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咋一天麻烦大哥？再说我这店也挣不了几个钱。你现在要不拿钱，等我们大哥来了，就变成我们要不要了。这桌。哎，大哥，过来呀！哎，好，马上来。什么东西敢欺负我老弟呀？哪个？我看你们这个店是不想开了吧？怎么还舔脸笑呢？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是涛子哥？我是涛子哥最信赖的兄弟。你们这个小破店啊，也被涛子哥亲自了。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请讲。合着你他妈一直搁我门口趴着了吧？刚他妈打电话你就来了？赶紧给老子拿钱，否则老子把你这个店拆了！看什么？给我弄死啊！你们老子吃了！挣不了几个钱。你现在要不拿钱，等我们大哥来了，就变成我们要不要了。来哥，老子把你这个店拆了！你他妈真当老娘是好欺负了？敢吃我肚子！
兄弟，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吧？我看你们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是真赛脸啊！你看什么呢？给我动手！住手！看什么？给我弄死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我这招，行，废物，你行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让人给挡了。兄弟，做什么事都得有个度吧？我看你们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你是真赛脸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哼，就凭你们几个，也敢砸店？我这儿招，废物！你行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让人给挡了。谁呀？敢动我江涛的情妇啊！就是他。黄，是我，又能怎么样？华哥，华哥，从你出来我一直在找你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华哥。涛哥，你好威风啊！我的老板，怎么是华哥？你第一天出来问了，不知道这是华哥。华哥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自己人。废物，你行，你给我等着。不哥，我让人给挡了。谁呀？敢动我江涛的情妇啊！就是他。华哥，是我，又能怎么样？华哥，从你出来我一直在找你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华哥。涛哥。涛哥，你好威风啊！涛哥，怎么个事儿？没什么大事儿，涛哥，你小弟啊，说你让他过来把我店给拆了。他妈的！涛哥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怕，我就以为他是个小饭馆的老板。这他妈是华哥，你第一天出来混了，不知道这是华哥。华哥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自己人。大哥，没想到我们真的有自己的产业吗？嫂子，你打我一拳。他们不信了还？真的？他过来把我店给拆了。华哥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我不怕，我就以为他。我们也终于有自己的产业了。我跟文强、天龙、武三从小一起从孤儿院长大，没想到也终于有自己的事业了。以后你一定要对他们像亲兄弟。我知道了。大哥，没想到我们真的有自己的产业吗？嫂子，你快打我一拳！他们不信了还？真的？这算什么？这就是咱们一个起点。大哥，我们一定要把这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走，找文强去。
结婚选择了裴雨欣。嗨，我嫂子人可好了，学姐你别逗我大哥了。不会后悔。不过，我要你现在拓展自己的视野。我们姐，这当了大老板就是不一样了。谢谢你，新雪，没有你，我也不能这么顺利拿下这家 KTV。客气了，不是？那我还分那么清啊？话怎么能尽说？你是不是后悔没有和我结婚，选择了裴雨欣？嗨，我嫂子人可好了，学姐你别逗我大哥了。不会后悔。不过，我要你现在拓展自己的视野，拿下松城所有的配合。谢谢你的好意，金雪，那我先走。你难道就甘心做一个小小 KTV 的吗？林上人，真正老大中的老大呀！不是，大哥，你别糊涂。你闭嘴！我现在说话都不好使了吗？你的红包到此报谢，对不起。谢谢你，金雪。没有你，我也不能这么顺利拿下这家 KTV。客气了，不是。我只想带领我的兄弟，还有我的老婆，过平淡的生活。摊子太低，不值。算了，别胡说八道。是啊，大哥，你给我们这些都拿下了，那才是人上人，真正老大中的老大呀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别糊涂。你闭嘴！我现在说话都不好使了吗？你的红包到此报谢。对不起，大哥，滚！只要你完成我给出的条件，我保证可以扶持你成为松城真正的地下皇帝。好、哦，展开诉讼。记住你的规矩。是啊，大哥，你给我们这些都拿下了，那才是人上人，真正老大中的老大呀！不是，大哥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说。你也不想在这个小 KTV 里给你大哥当一辈子的小经理吧？对，没错。不过，要是你让我伤害我兄弟的话，没法谈了。我给出的条件很高。北家庭。只要你完成我给出的条件，我保证可以扶持你成为松城真正的地下皇帝。好、哦，展开诉讼。记住，这事儿正好可以让你脱离话语他们，自立门户。但是有一点，不许伤害他。好、哦，没问题。伤害，现在起，黄月既然你不拿我当人，那就别怪兄弟无义了。哼，连嫂子人影都没有，自从那天出去马鞍山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告诉兄弟们都给我去找沈小刀，每个人给50万。我这得去，哥。大哥，楼下送来一个纸条，怎么了？
只要你完成我给出的条件，我保证可以扶持你成为松城真正的地下皇帝。哥，还没找到你嫂子？都找遍了，菜市场的监控里连嫂子人影都没有。自从那天出去买完菜之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告诉兄弟们，都给我去找。谁找到，每个人给50万。我就得去，哥。哥哥，楼下送来一个纸条，你看。城郊烂尾楼，晚8点，带着你的两个兄弟来救你老婆。要你的命，文强，电脑，他们交给你。好了，大哥。大哥。哥。你他妈安静点，小心老子刮花你的脸。兄弟，你们要什么？我有钱。你放了雨欣。要你的命。文强，天龙，他们交给你。好了，大哥。大哥。天龙，天龙，文强，文强，天龙，你兄弟啊，怎么这么狠心？文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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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，你们要什么？我有钱。你放了雨欣。要你的命。文强，天龙。兄弟，你拿我当过兄弟吗？没有我们，你活着能有今天？既然这样，文强，文强，你坚持住，哥带你去医院。哥，没用过，没用。文强，文强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文强，哥，别怪爹。文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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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龙，天龙，叫什么叫啊？叫声大有用吗？我问你，天龙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我哪里对不起你？哪里对不起我？这么多年，我他妈就是你那条狗，不想当哥，我想当大哥，懂吗？你懂吗？我一直把你当兄弟。兄弟？可笑！我说过的话你听过吗？啊？你和文强才是兄弟。我不是，不他妈是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出来混，不靠脑子大。现在你不，文强，文强，你坚持住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文强，哥，别怪爹了。天龙，咱们之间的事咱们解决，你放了雨欣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跪下！好，我跪。你不要伤害雨欣。哈哈哈哈。
是很能打吗？出来混得靠脑子大。现在你不是也得乖乖跪在我面前吗？天龙，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放了雨欣，我任凭你处置。放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了他了？放了，估计不会放了他。你慢慢想。天龙，还想着英雄救美呢？今天老子要让你知道，这次是他妈我赢。天龙，他是你嫂子。你啊，好，我做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好，我跪。你不要伤害雨欣。你如果不想让他死，就好好让我舒服舒服，要不然死得很惨。雨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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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我的嫂子，饶你不死。天龙，天龙啊！对呀，把你自己的手筋脚筋都挑了，放过你们俩。天龙，你不是答应过我放过华宇吗？真拿你自己当人？天龙，说过不弄。天龙，我也没说过不弄残他呀。你啊，好，我做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雨欣，雨欣，想让他死，就好好让我舒服舒服，要不然死得很惨。雨欣，雨欣，华宇，你不要管我。真他妈过分，这点事儿得我亲自动手。雨哥，认识你我很幸福。雨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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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没事的，雨欣，雨欣，替我照顾我妹妹。雨欣，你自己照顾。雨欣，雨欣，雨欣，都看见了，操，是他自己撞上来的，我可没有关系啊。关玉，你要干什么？这么多人可看着呢。关玉，你真觉得你自己不敌了吗？
我认错，都给我杀了，杀了！怕什么？你借他一条腿，给他五十万。这是我们俩的事儿，是得我亲自动手。宇哥，认识你，我很幸福。怀孕，你真觉得你自己无敌了吗？我认错，都给我杀了，杀了！怕什么？你借他一条腿，给他五十万。这是我们俩的事儿，不想死的刘魂，怕什么呀？谢天堂留给他五十，你把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你嫂子，文强是你兄弟，为什么？说！说什么？你们两个混蛋！我说的，你们听吗？天龙，你太狠毒了！我真是，我他妈得死了！错了，找我一面。真是死心不改呀、啊！怕什么？你借他一条腿，给他五十万。这是我们俩的事儿，不想死的。刘，你这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是你嫂子，文强是你兄弟。为什么？说！说什么？你们两个混蛋！我说的，你们听吗？天龙，你太狠毒了！我真是，他妈得死了！错了。找我一面，真是死心不改呀、啊！泪眼陪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。说什么？你们两个混蛋！我说的，你们听吗？天龙，你太狠毒了！不管天边风雨起，此生应该看着你，也难认真会欢迎。天龙，咱们兄弟情谊到此结束，你不能吧？都要在记忆中，不舍心已绝了，泪眼含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。咱们兄弟啊，咱们兄弟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被告，天龙，怕什么？对了，这是我妹妹，你们两个双胞胎。
哎，谢谢你啊，你叫什么名？叫我雨欣就行。我们也是他家带的，今晚我他妈就去抓了他老婆孩子，扔海里喂鱼。天龙，你别总逞凶斗狠的，咱们的鱼道都开起来了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他妈，你这么让人给欺负了？他们抢是一时的，咱们兄弟啊，咱们兄弟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被告人华阳因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10年。非礼我，就这。原来刚才你们现原形了。哎，谢谢你，涛哥，几年不见，你好威风啊！你就是那个大哥？什么什么涛哥？大哥，滚！给你滚！还是你厉害。我有那么吓人吗？刚才他们还要非礼我。就这。原来刚才你们现原形了。哎呦我的姑奶奶呀，这都是钱呢，爹的。爹你做死人了。六万。你这些钱都干啥了你啊？要你管。王雨欣，你吵什么？你就是那个大哥。什么什么涛哥。那叫他吗？服务员加汤。哎，来了。你又在外面惹什么祸了？我姐姐让你照顾我，又没有让你管我。哎，我在这躲一下，一会儿我就走。海天，你往哪儿躲呀？不还钱也别害怕，让我几个开心开心也不是不可以的。你又欠了人家多少钱？6万。你这些钱都干啥了你啊？要你管。海天，你吵什么？还钱还是赔开心你自己选。跟你们老娘怕你们是不是？我就是6万嘛，说的跟金山银山似的，我给了。这么动，你这小破店能挣几个字？你有钱还吗？我就是6万嘛，说的跟金山银山似的，我给了。那个什么是6万呢？啊，问题是10万，对，现在变成10万了。10万也行，我给你打欠条吧，3天之后来取。现在上哪儿去找10万给你信？那个口说无凭啊，先把欠条写了吧。拿着欠条，3天之后过来取钱。你要是再敢缠着他，小心我把你炖了！我操，谁这么蠢？老实点，别这么动。
的，你把他们放了呗。好，没听见吗？放人！啊，谢谢涛哥，谢涛哥。滚！问题是10万，对，现在变成10万了。10万也行。涛哥，老实点，别他妈动。七姐，救命啊！七姐，七姐救命啊！七姐，说什么？欠债变成诈骗了？你听我狡辩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嫂子？嫂什么嫂子？她是雨欣的妹妹，七。你既然叫嫂子，把他们放了呗。好，没听见吗？放人。啊！谢谢涛哥，谢涛哥，滚！涛哥，我又跟你干，跟着我干。对，那你的事业呢？你在哪？在哪？啊、你干嘛不上？不知道了。来来来，给我。是你们这儿做？你听我狡辩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嫂子，嫂子，七姐，干什么？七姐，七姐，七姐，你姐夫啥背景啊？这么厉害？什么我姐夫？别瞎逼逼！今晚消费，七姐买的，走。姐。哪来的钱呢？走。阿娘，6万。是你们这儿做无抵押贷款吗？无抵押倒是无抵押，但也得看你有什么。我有甲鱼店、话语、状元甲。我看你这样也不像叫话语的人。我的店，我哥的名不行啊。等会儿别吧。这张纸上你签个字，3万块拿走。签个字就给钱，是不是真的？我先拉倒，我的时间。我签。什么？我姐夫？别瞎逼逼！今晚消费，七姐买的，走。姐，哪来的钱呢？这就是个过场，没头啊，谁给你上去？签个字就给钱，你人还怪好的。谢谢啊，等我有钱就还你。慢走吧，妹妹。姐，闭嘴。我就说今晚直接买单了。好。喝！你说你天天这样不学好，学人家当大哥，你是为了什么呀？你，我还不是为了你，因为你，你当大哥能害了我姐，我当大哥也能害了你。我答应过你姐好好照顾你。但是我阻止不了你糟蹋你自己，这条路不是你该走的路。谁管我都行，就你，
我见。给我滚蛋！这个甲鱼店嘛，就归我。这就是个过场，回头啊，谁认上去？你们老板呢？你好，美女，咱们几位坐。咱们家呢是现上现做啊，可能上面有点慢啊，您稍等。欠债还钱，欠条就在这儿。要么你们现在给我拿20吧，要么你们都给我滚蛋。这个甲鱼店嘛，就归我了。开心，开心！你凭什么把我甲鱼店给卖了？我是借了30000，你至于吗？我给你打工，慢慢还上不就好了吗？30000，你自己看看。我明明借的是30000，怎么变成20000了？再说，你有没有要把这个店借出去啊？我签的是白纸，你怎么乱写？哎，白纸黑字你们也看见，你租的不过是副业，原件你不讲信用，你自己很好笑，你不也不讲信用吗？啊，哼，你做初一，我做15，我没说不管。现在要么你给我拿钱20，要么你都滚蛋，你自己选。合同呢？中仰望，抉择风云，我绝不需往后看，翻天覆地，我地我。不过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走，刚才是现上现做啊，可能上面有点慢啊，你稍等。欠债还钱，欠条就在这儿。20万是吧？我给。那里是20万，你可以查一下。不过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活。马老板不会不信任我。新老板出手阔气。秦老板出面子，但是我不信。合同呢？中仰望，抉择风云，我绝不需往后看，翻天覆地，我地我。不过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哼，走。金星，谢谢你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一点变化都没有啊。这钱呢，我一定还你。不过你这大老板怎么还是孤零零一个人来的？做生意嘛，赔点钱正常。不过这钱你不用谢我，是我欠你的。欠我的？他？你什么时候欠钱的？不重要。不过我现在身无分文了，你这还招人吗？招，肯定招啊！你不干活就行。爷呀，老板吩咐我干嘛我就干嘛。替我开公司就成。好。天哥，弄个甲鱼店都弄不好，又不是让你杀人放火，只是让你毁掉他的生意，这一点事都办不好。天哥，其实这事都已经成了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金雪来，要不马老板不会不信任我？新老板出手阔气。秦老板出面，但是我不信。合同呢？你不要总学着人家当大哥，社会上的水很深，你掌握不住。我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才蹲了10年，
才害了你姐。你还好意思提我姐？这女人是谁？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姐跟她有一些猫三狗四的事？金雪是我前女友，我们怎么不联系了？你不要侮辱我跟你姐的感情。哎，天哥，弄个眼睛都弄不好，又不是让你杀人放火，是让你毁掉他的生活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天哥，其实这事儿都已经成了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金雪来。要不，天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这次我肯定让那假药店开不下去。金雪，呵呵，有意思。是因为这个才蹲了十年，才害了你姐。你还好意思提我姐？这女人是谁？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姐跟她有一些猫三狗四的事？金雪是我前女友，我们怎么不联系了？我对你姐一心一意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改变。金雪在我们步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，也是她的帮助才让我们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。啊，她能帮你这些？是的，我对她只有兄妹情谊，就像我对你一样。好的，那我也去干活。怎么办？大姐，你说我们。我对你姐一心一意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改变。金雪在我们步入社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，也是她的帮助。我擦！生意这么样也不是个事儿。哼，是事儿不是事儿的，咱们不得想办法吗？别像你，别用嘴说，快行动起来！怎么办？大姐，你说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们全听大姐的。我和我哥开个店，挣着钱我唱着歌，唱着歌，谁知对面摆了一桌，咣当就掀翻了我的驾驭锅。王八锅！你说我能不能容了他们？不能。你们能同意吗？不能。那怎么办？砸场子！就他你。到。走。来都来了，进屋坐坐。我擦。
生意这么样也不是个事儿。来都来了，进屋坐坐。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，呀，我们这就走，不麻烦你们了。这都来了，要不进屋坐坐？好久没来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哼，我可懂法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是非法拘禁。姐，我们这也算是犯法了吧？什么？姐，我这算是私闯民宅了。哈哈哈，好兄弟。还是我兄弟懂法，待会儿啊，姐肯定好好招待。就你懂，还等什么呢？请潘小姐进屋，外边冷。我不冷，我穿的挺厚的。哎哎，还等什么呢？给我！哎。这人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小婉跑挺快呀！Hello, it's me。这富康打人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你这是咋的了，姐，哥？田龙，原来我没那么厉害，你们都在骗我。我们就是来溜达溜达，呀，我们这就走，不麻烦你们了。这都来了，要不进屋坐坐？好久没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姐，哥，他运气太厉害了，见着他我这点走，十个八个见不了了。行了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。哎，好疼啊，马姐。哎，好了好了。你们两个狗男女，赶紧把我兄弟放了！信不信我把你们这个拆了？没事，有我呢。太吓人了，马姐，千万小心，注意点。哼！不，田龙，原来。我没那么厉害，你们都在骗我。你这是被谁打的，兄弟？大哥，今天要把姐抓住了。走。我实在想不出，我这假面你到底看上哪儿了？这样吧。就当我们医药费。好了，你这是跑了要饭的。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如果派你去发生什么意外，别了，见着他我这点走，十个八个进不了门。行了，辛苦了啊。不辛苦，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。好疼啊，马姐。哎，好了好了。我实在想不出，我这假面你到底看上哪儿了？这样吧，就当我们医药费。好了，你这是跑了要饭的。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如果派你去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保证你们看不见明天的太阳。你可以试试啊。好
华老板的面子，我还是要给他。这钱，我先收着。但是沈马姐，帮了他一起吗？好说。那就谢谢马姐了。当初我不让你大大哥会上会，现在还是以前吗？可我不也是为了你好吗？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？潘雨晴，你宇哥可是把买菜买肉的钱都搭进去才把你弄出来的。你记住，就算你真当大哥，你也得替兄弟着想。今天这件事，如果马姐不和解，你还能回来吗？我不要你管！你还教训人家呢？你当年刚闯荡的时候啊，比他还猛呢。时代变了。的确，你当年就算再冲动，也都什么事都自己扛，没说连累过兄弟。有些事儿确实是身不由己。潘雨琦这丫头。也确实是为了我出头，也挺重情重义的。你知道就好。给你。你干嘛？就当我们医药费。好吧，你这是肯定分。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如果潘雨琦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保证你。有些事确实是身不由己。潘雨琦这丫头也确实是为了我出头，也挺重情重义的。你知道就好。给你。你干嘛？这是我跟我小弟在便利店打工赚的钱，你先拿去买菜。不过我还有一款钱。我这头儿看着大哥带着小弟去便利店打工，不过挺高兴的。高兴啊，你能学好。这要是你姐知道，那就挺开心。我去买菜啊。好不容易有机会得了他的把柄，你就拿了他3万块钱就完事了。大哥，这样的钱咱不要，他也就是三天去留期。真是成事不足败事。他们来要钱，你就给，最后你能定个敲诈勒索，谁那么欠儿？大哥，你确实是为了我出头。也挺重情重义的。你知道就好。好不容易有机会得了他的把柄，你就拿了他3万块钱就完事了。大哥，这样的钱咱不要，他也就是三天去留期。真是成事不足败事。他们来要钱，你就给，最后你能定个敲诈勒索，谁那么欠儿？你也不会。再说了，这潘雨琦可是我义母啊，华宇是不可能让他进拘留所了。真是个大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事我肯定办成啊。去吧。华宇现在也就剩下最后一个人。咱们来今天闹一下，就是为了让他最后一口气儿，菜也提不上来。妈，我一模一样，
华宇是不可能让他进拘留所了，真是个主意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那事我肯定办成。华宇现在也就剩下最后一个人，咱们来今天闹一下，就是为了让他最后一口气儿再也提不上来。马姐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小强。马姐，我已经准备给市里安全局打电话了。拿。多远？点菜。马姐，不好意思，打烊了。什么？去厕？马姐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你们那点小伎俩我全知道。这个菜啊，难办。你他妈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们？吃你两个王八，还不会做吗？难办，难办就他妈别。华宇现在也就剩下最后一个人，咱们来今天闹一下，就是为了让他最后一口气儿。马姐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你们那点小伎俩我全知道。这个菜啊，难办。你他妈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们？吃你两个王八，还不会做吗？难办，难办就他妈别办了。宇哥，涛哥，宇哥，涛哥，涛哥。宇哥，挺长时间没见了，太想你了。今天我们是来吃甲鱼的。谢谢兄弟们，我就是这个甲鱼店的一个小老板，以后叫花宇就行。花老板，来这么多朋友，肯定是客人太多了，没空给。哎，难办，确实难办，难办没法办。华老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江涛，这个菜啊，难办。你他妈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们？吃你两个王八，还不会做吗？宇哥，挺长时间没见了，太想你了。今天我们是来吃甲鱼的。谢谢兄弟们，我就是这个甲鱼店的一个小老板，以后叫我花宇就行。花老板，来这么多朋友，肯定是客人太多了，没空给。哎，难办，确实难办，难办没法办。华老板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江涛，慢走啊！你不是说能办好吗？我怎么看他的生意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好呢？这我也不知道，
这怎么就突然来这么多人？我是每天都尽力在搞他，突然就好了。大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这次肯定行。记，最后一次，这次如果你还是不成功，我会让你和。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呢？我也感觉，总感觉缺点什么呢。哎，你们谁看见潘雨琦了？ 好一会儿没看见他了，是啊，赶紧给我找个小弟。哎，潘雨琦肯定是被马姐抓走了。你这不废话？我当年就是找过他们的道，咱得试一下长势，这次咱们得主动出击，怎么个主？ 他们现在还没找我熟人，说明他们还没准备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时机。我们也不知道马姐住哪儿。我知道。谢谢兄弟们，我就是这个假鱼店的一个小老板，以后叫我花雨就行。花老板，来这么多朋友。 肯定是客人太多了，没空给我们。难办，确实难办。你不是说能办好吗？我怎么看他的生意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好吗？大哥，这我也不知道，这怎么就突然来这么多人？我是每天都尽力在搞他。 突然就好了，大哥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这次肯定行。记，最后一次，这次如果你还是不成功，我会让你和华宇一起消失。走吧。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呢？我也感觉，总感觉缺点什么。怎么个什么东西？ 他们现在还没找我熟人，说明他们还没准备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时机。我们也不知道马姐住哪儿。我知道，梁琪姐。 你们几个怎么愁眉苦脸？没什么事儿，刚买的面包车让人给抢，也不知道藏那儿。我就说人家被人踢吧，你不抢要就被挨揍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知道面包车在哪，咱们抢吧。走，二进三店，好。
攒钱买的面包车，还从我手里被偷走了。小欧，不怪你。那哪是偷，那是抢。三个嫂子，谁摊上大事，谁都没辙。像每次事情陷入死局，金雪都能轻易破局。当年的事他都知道，现在又是怎么知道马姐住在哪？走吧，走，哥，走，走。又是你把他给吵晕了。你们去救雨琦，这儿交给我。这两下太不好揍了，真难办。说明他们还没准备好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时机。我们也不知道马姐住哪儿。不怪我没用，好不容易攒钱买的面包车，还从我手里被偷走了。小欧，不怪你。那哪是偷，那是抢。三个嫂子，谁摊上大事，谁都没辙。这知道，想要平静的生活很难。看来咱们也得闯一闯，让他们知道，咱们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对。你们几个怎么愁眉苦脸？没什么事儿，刚买的面包车让人给抢，也不知道藏哪儿。我就说人渣被人欺吧，你不强硬就会挨揍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知道面包车在哪，怎么抢？走，二进三进。好。走。好。又回去把他爷吵一个。不。走吧，哥，哥，走，好。又回去把他爷吵晕了。这两下太不好揍了，真难办。
你真是没完没了的！你告诉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就想过点平静的生活，就这么难吗？有这么点吗？哼，信不信？不是我老大把你挫骨扬灰！你老大我不在乎，你告诉我派雨琦在哪儿，否则你别跟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不客气的。信不信我有一百种办法让你说出来？你当我是吓大的吗？那你就试试。走。啊会社会不是打打杀杀，是人情世故。你叫人情世故，就是闹人的小心啊！宇哥，宇哥，我服你了，我服了。以前都是这么闹人小心的吗？我服了，宇哥，把雨欣。你是想跟我玩调虎离山吗？大牛吗，老爷？别传心眼了。等一下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来，我还有点事。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虐待你？没有，没有。进去，等一下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来，我还有点事。啊！你个狗老娘，我要打死你！没必要跟他计较，走，咱回家。他三番两次的想害我，我要跟他碎尸万段。下次不会了，会了，还有下次。哟，走。那是被绑架的呀。我也不知道，这谁这么大胆，敢往我这偷东西？不知道？你自己的电脑监控你不知道？你他妈是猪脑子吗？我监控，我监控。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虐待你？没有，没有。进去，等一下，你先走，我马上就来，我还有点事。
事儿没办成也就算了，我们平台账号也没给我弄丢了。大哥，我也不知道这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来我这偷东西。知道？你自己的电脑监控你不知道？你他妈是猪脑子吗？阿杰，我去吧。事情变得有趣了呀！对，有趣。我真是谢谢你，让别人知道了我的死穴。大哥，真谢谢你啊！没有机会了，你就不害怕了呢？万一我再被别人给绑架了，你就看不到我了。我也需要人送啊，我家也远，也不安全。这是我姐夫，姐夫，人家好害怕嘛。你说你整这出整的，我怪害怕。不知道，你自己的电脑监控你不知道，你他妈是猪脑子吗？阿杰，你不行。事情变得。太吓人了！姐夫，你送我回家吧，我有点害怕。你还有害怕的时候？我怎么就不害怕了呢？万一我再被别人给绑架了，你就看不到我了。我也需要人送啊，我家也远，也不安全。这是我姐夫，姐夫，人家好害怕嘛。你说你整这出整的，我怪害怕。谁呀？哥，继续留在家。这马姐一天就知道绑架，那就不能换点花样？走，找他去。你平时不挺烦季雪的吗？这中间你着什么急？不烦呗。玉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姐夫，你送我回家吧，我有点害怕。你还有害怕的时候？我怎么就不害怕了呢？万一我再被别人给绑架了，你就看不到我了。我也需要人送啊，我家也远，也不安全。这是我姐夫，姐夫，人家好害怕嘛。你说你整这出整的，我怪害怕。哥，继续留在家。这马姐一天就知道绑架，那就不能换点花样？走，找他去。你平时不挺烦季雪的吗？这中间你着什么急？不烦呗。玉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也没有主意了。平时季雪在家，他是我主意。没办法。咱们该要出来了。啊？王牌？什么王牌？咱们认得都行，帮忙找个人，过去吧。对，赶紧让兄弟们去找，快去！好。自从进去失踪以后，
这俩人鬼鬼祟祟的，正好被我抓了这么着。哥，霍云，你豪横什么？动他妈赖家试试？对，你试试。今天我俩所遭的罪，新学得遭十倍。记住，在家，这马姐一天就知道绑架，那就不能换点花样？走，找他去。你平时不挺烦季雪的吗？这中间你着什么急？我烦呗。宇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也没有主意了。平时新雪在家，他送的。王牌？什么王牌？咱们那么多兄弟，帮忙找个人，不过分吧？对，赶紧让兄弟们去找，快去！好。自从进去失踪以后，这俩人鬼鬼祟祟的，正好被我抓了这么着。哥，霍云，你豪横什么？动他妈赖家试试？对，你试试。今天我俩所遭的罪，新学得遭十倍。看什么呢？好站好说再上啊！快点上，我们要饿着，金雪不走不行。宇哥，我看我还是打不清啊。涛哥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咱俩把他俩的皮也无济于事。唉，小商小虎，哼，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娘们，难道你不知道金雪？你们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母老虎吧？回去。好。自从进去失踪以后，这俩人鬼鬼祟祟的，正好被我抓了这么着。哥，霍云，你豪横什么？动他妈赖家试试？对，你试试。今天我俩所遭的罪，新学得遭十倍。那个谁，整两根麻木炖上。那个谁，小涛啊，你有点眼力劲儿。小涛，说你呢。哼，小商小虎，哼，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娘们，难道你不知道金雪？你们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母老虎吧？哈哈哈哈。这母老虎也太狠了。这回你知道什么叫做母老虎了吧？不、哦，好人，马姐的账本被你偷了，我把你判你们报警了。我靠，意外收获，我没有账本啊。账本？我有啊。这。要去进去，明晚八点，一个人来。看看账本。不行，上次你就这样，没救出我姐，这次我绝对不让你一个人孤身犯险。宇哥，那个谁，小涛啊，你有点眼力劲儿。哎，小涛，说你呢。哼，小商小虎，哼，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。哎呀，这个小娘们。难道你不知道金雪？你们是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母老虎吧？我说，全说。马铁和赵大哥绑架了金雪，在别墅，想让你们拿账本去换。我们哥俩一处甚不妙，想拿点钱跑路。跑路？马铁的账本被你们偷了，我还怕你们报警。不可。意外收获，我没有账本啊。账本？我有啊。这。要去进去，
我明晚8点一个人来，不能犯贱。宇哥，这两个笨蛋，还会好好利用你。金老板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啊！我说，全说，马铁和赵大哥绑架了季小龙，在别墅。 千算万算没算到你有这反骨的本事，岂有自取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找不到姐姐给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让我当成了龙城的地下武道。我忘恩负义的！你怎么敢有脸说我的？啊！看来给的教训还不够。 嗯，金老板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啊，继续嚣张啊！啊，还不服啊？还不服？还不服？ 你挺硬啊！天龙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好久不见了，我的浩大哥，你不会叫我大哥？ 千算万算没算到你有这反骨的本事，咎由自取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找不到姐姐给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是要谢谢你，让我当成了龙城的地下武道。忘恩负义！<笑>你怎么敢有脸说我？ 天龙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好久不见了，我的浩大哥。你不会叫我大哥？我不会回来，我还成为了这龙城地下真正的老大。哈哈。继续忍呢？继续发展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犯两次。只不过华宇。 这次我就要交给你做个交易，想要账本是吗？不对，账本交出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让你死得瑞。放了进去，我自然会给你账本。你把账本交出来，我让你知道你老婆到底为什么而死。什么？华宇呀，华宇，跟你有关？等等等。 不是有关，全因为金雪跟你，我天龙，你可是接下来的内容哈、啊、是付费的，你得先交出账本。账本是换金雪的，你先放了。天龙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
好久不见了，我的好大哥。你不会叫我大哥？你是想回来？我不仅回来了，我还成为了这龙城地下真正的老大。哈哈。金雪呢？金雪犯了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犯两次。放了金雪，我自然会给你账本。你把账本交出来，我让你知道你老婆到底为什么而死。什么？华宇呀，华宇，你可真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老婆跟你阴阳相隔，全是因为金雪呀。什么？我老婆死跟金雪有关？ No no no， 不是有关，是全因为金雪和你。我，天龙，可是接下来的内容啊，是付费的，你得先交出账本。账本是换金雪的，你先放了金雪。华宇，你有谈判的资格吗？要不是我这些兄弟，我只要五分钟没打电话，金雪啊，就会被扔到松江里面喂。你敢？我敢！跪下！华宇。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不嚣张了？啊、嗯？你看我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别惹我。花宇，你也有今天呐！哎，你不是剁了我的手指吗？今天。我也要剁了你的！大海豹，金雪啊！就会被扔到松江里面喂。你敢？我敢！跪下！华宇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怎么不嚣张了？啊？来吧。成功了吧？金雪已经救出来了。好。呀！你好吗？李四和平了。我不知这么远，你在某个梦。李琦，快去找华宇，他们埋伏了很多人。走。是。你说什么？真的对不起。过你这不经地无处躲。人生多少爱似雪和泥。无声挣扎，有个情感留底。成功了吗？金雪已经救出来了。好。好吗？李四和平了。
雨晴，快去找华宇，他们埋伏了很多人，就走。雨晴，话也就交给你了。还有就是，你说什么？真的对不起。 人生间烽火几许，我在无声挣扎，有过情感。什么意思？哎，行不行？阿宇，你是怎么知道金雪在哪儿的？想知道吗？来，把你的秘密告诉我。好，我告诉你。哦，不行。 什么玩意儿？金爷，这是金雪啊！我知道你谋杀在哪儿，怎么情况？可我们也不知道马姐住哪儿啊！我知道，难怪他什么都知道。第四，和平了。 雨晴，快去找华宇，他们埋伏了很多人。就走。雨晴，华宇就交给你了。还有就是，什么意思？哎，行不行？华宇，你是怎么知道金雪在哪儿？想知道吗？ 来，把你的秘密告诉我。好，我们会退一步。我告诉你，好，你不会回家。一言为定。你想不想知道？金爷是谁？不行，不行！啊，华宇，你他妈怎么把他们都出来呀？金爷就是金雪啊！ 我知道你谋杀在哪，怎么巧合？可我们也不知道马姐住哪儿啊。我知道。难怪他什么都知道。这又能怎么样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为何龙剑会输在他手里？龙剑，龙剑呀！自己回去问他呀！你自己回去问。 哎，来了！你还没告诉我金雪什么找到的，谁告诉你的？大哥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秦总，大哥，你想不想知道金爷是谁？不行，不行！啊，华宇。 你他妈怎么把他都出来呀，金爷，就是金雪啊！我知道你谋杀在哪，怎么巧合？可我们也不知道马姐住哪儿啊！你回去问呀！哎，来了，你还没告诉我金雪。 什么找到的？谁告诉你的？来来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秦总，大哥，你就让他走吧，咱们那么多小弟，怎么可以？你冷个屁！之前那人都死了，我控制，现在生不如死。 滚！金老，讲讲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我已经被天龙架空了。
你也看到了，他才是老大。这不算什么，重点是天龙说潘雨欣的死跟你有关系，我也替你说实话。什么？我姐姐的死不是天龙害死的吗？对不起，潘雨欣。天龙同志跟我说，你可以去问他呀。天龙，大哥，你就让他走吧，咱们那么多小弟，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屁？雨欣娘都死了，我多痛苦！现在为什么会如此？金老，讲讲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被天龙架空了，你也看到了，他才是老大。这不算什么，重点是天龙说潘雨欣的死跟你有关系，我也替你说实话。什么？我姐姐的死不是天龙害死的吗？对不起，潘雨欣，华宇，这事的确是因我而起，但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死潘雨欣。你们两个去想办法，让华宇和这个老不服气的小孩。我刚刚没找到，我想让你一步一步成为我的奶姑。重点是天龙说潘雨欣的死跟你有关系，我也替你说实话。什么？我姐姐的死不是天龙害死的吗？对不起，潘雨欣，华宇，这事你别管，你给我杀了你！我替我姐姐报仇，记得杀人凶手！别让我放过你了！不管天龙是背信弃义，还是苗家兄弟下流无耻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你。华宇，你相信我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害死潘雨欣，我只是恨，恨你为什么没有选择我。过去的就过去了，我这时间想了很多，如果不把过去的仇恨放下，那只会让自己更痛苦。如果我错了也好好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工作要做。认定你就是答案，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伤心自己的遗传。讲不尽的天要爱和努力爱让你明白，姐姐放手，江天，姐姐放手，命偿一命，如果不是这些年我早上弥补，你不会被天龙架空。金老，讲讲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被天龙架空了，你也看到了，他才是老大。这不算什么，重点是天龙说潘雨欣的死跟你有关系，我也替你说实话。什么？我姐姐的死不是天龙害死的吗？
我想让你一步一步成为我的鸟笼，立下个王城。你为什么偏要选择和潘雨欣过平静的生活？我不允许。冷静，你放手！你命就毙命。如果不是这些年我想的你，不会被骗我家。不管天龙是背信弃义，还是苗家，伤心自己的事。如果不把过去的仇恨放下，那只会让自己更痛苦。如果我错了也好好休息吧，明天还有工作要做。认定你就是答案。我说过，这么做，讲不听也别要爱，更努力爱，让你明白。宇哥，不行咱把账本直接交给警察得了。我有些不忍心，就算交给警察，让你抓不到，毕竟头好吃。你们两个谁看见金雪了？不见了。金雪。啊。等会儿吧。金雪一定是去找天龙拼命了，咱们一定不能让他胡来啊！你俩不是经常吵架，现在也是要担心什么？赶紧找金雪。天龙就藏在十年前那栋。我有些不忍心，就算交给警察，让你抓不到，毕竟头好吃。你们两个谁看见金雪了？不见了。金雪。金雪一定是去找天龙拼命了，咱们一定不能让他胡来啊！你俩不是经常吵架，现在也是要担心什么？一码归一码。行了，那别吵。现在当务之急啊，赶紧找到金雪。天龙就藏在十年前那栋废弃大楼上，我们要拿着钱，快通知警察。谢谢你金雪。把事情跟他们交代清楚。宇哥，还是你去送吧。我去吧。天龙找的是我，我去通知他们。那我以最快的速度回来。天飞，一码归一码。好了，赶紧。现在当务之急啊，赶紧找到金雪。天龙。夏娜，宇哥，就在里边。你先把这个送警局，把事情跟他们交代清楚。宇哥，还是你去送吧。我去吧，天龙找的是我，我去通知他们。那我以最快的速度回来。
既然非礼，我快点说话，快点说话！你想让家人过得不好吗？你把我是谁呢？天乐，有你这么当大哥的，靠你了。江涛，宇哥，你就在里边。你把我是谁呢？天乐，有你这么当大哥的，看你玩儿。太讨厌说教。天乐，不要再躲了。堂堂正正做人不好我就要当人上人。我评价。你好，下来。没有。上。步一步的爬上来。绝不会让你毁了我！切！我他妈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啊！华宇，你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吧？啊！天龙，你走错路说什么你都同意，二哥说什么你都听。天龙，你做事太绝了吧！没有事情，只要干杂活，现在没有你，咋说你这龙趴在地上了？这些年忍辱负重，一步一步，一步一步的爬上来。我他妈容易吗？绝不会让你毁了我！天，我他妈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啊！华宇，你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吧？啊！天龙，你走错路了，这不是正道！我说你别他妈给我上课了！啊！上次要了你一只手，你没给我，这一次老子他妈就废了你两只手！金峰，你没事吧？金峰，金雪怎么样了？你别担心了，金雪没事。我他妈要让你生不如死！啊！华宇，你也没有想过会有天龙的死定。哈哈哈！哎，雨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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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死，雨欣！别慌了，拿钱绑上了，死不了。别死了。快去追天龙，替我姐报仇！
看来今天咱们两个一定得有一个人死在这儿了。啊！我说了，我操！知道错就得承担责任。而不是我。看来今天咱们两个一定得有一个人死在这儿。一个在这儿，哎呀，怎么这样？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呀！我说了不，知道错就得承担责任，而不是跑。我错了。在热心市民的支持帮助下，我市成功将以天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及其手下苗某龙、苗某虎、马某以及前头目金某抓获归案，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现分别判处几人10年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，天某判处无期徒刑，其中金某因自首立功判以3年有期徒刑。